好好。你看这个是要抢劫啊，对吧？对吧？这拿这个要抢劫趁机趁机。哎，你看一下啊！哎，我正在看你这个文件，坐到那过来先坐。啊，坐坐坐坐啊！他们下午人到是吧？下午3点。那就是说，联系要求谁？他们想讲那个啊，给经理说了没有？我打他电话吧。啊，这里总共我们还有一栋那个二十六层的，你要进一栋这就是物质性的地标进。地标你都搞个33层了多好，圆我一个梦。圆你一个梦是吧？啊这个我们。我到故事都搞了一个33大厦。信源最高多少层？啊，信源最高多少层？信源最高也是30多层吧。30多层。啊，不打你不用管了，反正再给打电话找来，好吧？你不用管了。那是26加5层了。啊，加七层了，就是。所谓加就是超上来的。超上来的。这样。33大厦，升升嘛，升升。升大厦哈，行啊是吧？无非在那个二十六个加个7层嘛，就是。是吧？这故事人你不知道，他这个家伙，他是买贵不买贱。他这个，你看那个楼盘，对，你看龙兴花园比那个水云居便宜的多，但是他都没买水云居，他都对，他就是，他顾着有钱人还是多。现在的人都捡便宜。给刘总打电话，他不讲便宜，不是不讲便宜，不讲便宜，那个景观呢一定要做好。嗯。然后我还是建议你们把那个隔壁那个我陈家乡那个政府大楼都买下来。这么大的那个呢，就是下一步每年，这一次这么多的，我提前买到政府的项目，啊，清楚吧？嗯，他那个就是还是浙江他们过来那个海鹏是搞那个景福苑项目那个呀，他想要你给他联系他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比较大，啊，哎啊对对对。那可能人家非要让你联系的，那你都给他联系到了，好吧？不是，我叫你，真是人家过来，真是人家敏感在这儿，他们，他叫你联系好，啊，好，那你开吧，好，总务不是潘家园安排的吗？上哪儿？没有嘛，他昨天那喝醉了，那说了能算？好，可以。那陈总，你要那个考虑这个方案又要变了啊？啊，这个地方呢，怎么呢？他故事他就是这样，我的故事第一高，啊，是吧？这是一个卖点。第二个三山大厦。升升大厦，可以啊！我这个取名字就取上大厦嘞，是吧？升升大厦。到那个时候也结合一下这个山啊。升升大厦。升升大厦。那就是叫刘准的升大。好的。他们这晚上不是我安排的晚上我们一个宴请。对。啊，谢谢。啊，今谢谢。哎，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县里这么支持啊，特别是你哈，那么这里我们呢，就是真正是在3个月啊，现在已经开始桩都打下去了，打了吧，打了，不然那就是先干边办手续嘛。对，所以说这里的话，没有县里的这么支持，我们也不可能这3个月，就是罗山我们老乡在里面是搞了1年半才动工啊，这个地方是3个月。所以说这个是现实的，所以说我们选择故事真的。那是我们应该的，好，谢谢啊，好，那你们，好。大哥，哎呀，秦老板，楼上过来，赵总，你看，赵总，哎呀，心里都有点接受不了，哎，给我说，3年零8个月多几天。啊，都给你算计了。
哎，好吧。到郑州了是不是？可以，到时候就看你，肯定要去看你。就是从各种感情上，你一直都对我是关心支持，从来到现在都是。另外呢，前天那个跟郑州的说了，原来那个杨天万那个事情，就是那三元工怎么还欠他200万块钱？欠谁啊？欠那个是华夏公司的，对，就九华山的杨天万的，和那李金的满子桥的沈阳高的，对，一直做居民给他的这个钱，对，原来不说拿那一个破楼抵押吗？对，哎。抵押的当时你不是签个这个作品，他就不干，他也执迷糊涂，就是另外他签的多。那我给警卫说一下。哎，你给警卫说一下，或者我得曝光给他，到我资产。好好，你拿个材料，我给他。这是签的，反正就是那个，我一直都在他做他工作。对。或者你那个嘛，你也是过了好多年，好好两三年时间了。对对。反正那写什么报告。对。哎，干的都拿老农去抵押，他有啥事撇满了是不是？他人家给多少钱，他给多少钱？那人家现在交上去给钱，他哪能欠你？哎，后来都给他孙子客户去，你的钱你给老农抵押。那不像我现在啊，他这边写的都有了，这都写的有了，好，那他现在不合适，好，他就是，那我都找个时间，找个时间，到时候我跟你说啊，吃个面饭，那是真的这个心意啊，哈哈哈哈哈，要求，对，好，看看，好。哎，那回来再有啥了，我再打招呼，再打招呼，好吧？好，可以，好。啊？你给我写那个信，我看了以后，你们的故事最近那个事情，我说你给我写那个信呢，我也看了，你的故事最近那个事情闹腾了，不是也特别前进的，我一直找你也没找你。啊，那个怎么样最近？我往那样了。啊，我那不是，就是你最近有什么想法？你到底想做什么？我是想做个事。做个事情是做什么事？你搞管理怎么样？就是到企业去给他们当个总经理。我现在头脑不行。那你做什么？你看一下。因为我原来在手艺这方面，我比较。哦，你还可以吧？方面还可以。我原来是。大概需要多少钱？你说。那我没有想，为啥讲我没有想呢？对。我没想到有谁能帮我。不，我就叫陈冠明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高阳子，比如3万块钱，我借给你，我。今年借给你，比如5万块钱，你搞样子，对吧？就给你5万块钱的这个种苗。你今年比如说春节的时候年底了，你给我5万块钱，我明年给你10万块钱种苗。那我可以知道。如果我给你10万块钱种苗，你再保一年的话，你就不用再我管了。我可以知道。你都不用我管了，好吧？你可以考察这样一个事情。可以。好吧。你要行的话，我都给魏书记交代，就这个事儿。然后咱们春节前后你可以试试，春节以后都可以试试。可以。正好是淡季嘛，从淡季开始入手，好吧？等到端午节的时候，那你第一批猪都可以出来，好吧？那就这吧。好。好。真的那个。嗯。非常感谢。感谢，三千我感谢。好吧。好了，你知道吧？啊，好事，好不是，我一直记住这个事，但是我没有带。好。今天工作就到这吧。好。对。打这个是城管这里吧？对，他的房子被砸了，砸了以后就是被拆迁了，拆了也应该拆。他拆了一直上，哎呀，没啥问题。然后我见他一次，他给我写一封信，要把我骂的狗血喷头。
现场一直要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后来第五封信终于感动了，哎呀。好。同志们，咱们下面还能查不了。这个首先找开这样一个回应，别咱要三对妻子开口了，多难为。在里头是不是？最近我们县委政府啊，根据我们乡的很多的实际需要，这个针对对乡镇的采取取缔管理这一块进行改革。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所以今天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请大家理解。首先呢，请演员们局长把咱们这个这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给大家传达一下，或者解释一下，好不好？这个首先感谢大家都来对这块的支持。这个去年我们是财政收入2.39亿，扩大2.4亿，我们支出9.3亿。今年的财政收入，上次郭书记在那个县委上来讲，控制在2.8亿，就跟你去年比啊，等于多收10亿。财政支出今年截止到现在已经超过12亿，财政支出比去年多支2.6亿。这个在我们的之间，我们现在这个财政体制是一个啥呢？总而言之是02年拿的一个方案，把上面提的钱基本上划到县里来，各个乡镇没钱以后县里回去。过去一直吵的是这个情况，从现在实际情况讲来，现在变化很大，人家变化了，当然那个各个乡镇的财政收入啊，也发生变化。所以说跟02年比肯定有增加。这个由于各个方面情况呢，现在讲的是有提质，实际上是没提质。过去上海的基数现在讲应该是严重的失真，这是这个财政体制情况。这个在前面我个人有啥体会呢？高高的啊，把这个财政局势跟大家变成一个利益分配的双方了，不是共同体了，往这个是误解。我们的责任是把上面的钱要回来，要回来先花好。这个真不是利益的双方，更不是做生意。我把你钱到我要来了，或者我能弄个啥？这也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综合服务单位。这个从这个体制的建立呢，我们在那反复调研下来，它要有利于开展工作，有利于财政健康成长，有利于县乡他们的基本利益分配。所以鉴于这个情况呢，我们给领导建议，这个要进行体制改革。好，郭主席，我们考虑这个基数太高，每个乡镇。这个一个月五万，这是适当开个基数。第二，尽可能的把利益留给乡里，那么这一个利益留给乡里，我很同意有刚才有些同志们提出来的。也就是整个的这一块的税收这个部分啊，税收部分，这个一个是税收在上年的基础上，上年的基础以上年为基础，一定3年不变，每年这个下达整个的征收比例。第二，整个的这个税后行政比例分成，把大伙儿进一步的方便消除，可以三七点，咱们一三七，作为国主席，我们一定要给乡里乡镇这一块一定要能够过掉日子，而且这个日子要能够争取过得好一点。你们说的老话，真正说，就像刚才说一个家庭，你们出去穿的这个破破烂烂，吃的，不说吃糠咽菜吧，这个至少来讲，
这花个小钱出出出桌，我们也没面子。真正说一个乡镇自己乡镇长整天考虑着这个日子怎么过，没有心思弄在发展上，那你这个县也没法发，是吧？三十二个乡镇，我们的书记乡镇长都能够不出过日子，而是要出发展，去谋发展，那么这一个县的经济就好发了，就好发了。这样一个会的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分蛋糕会，啊，在这跟老远再活泼的一家人，也是有一家人也在分钱，也就是一个利益在分割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我们县的县里给乡里谈这个谈那个，财税体制分配，是吧？触及大家的利益了，大家有意见。那中央给各个省市那都拍桌子，是吧？那可能比我们缺的更尖锐、更突出。但是最终这个事情要找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唯一的方案。所以在这个钱的问题上，就是刚才方院长说的两条意见，我同意。一，就是我们按每个月5万块钱给，除了我们该政府报这个揽过来的支出，我们政府统一支出以外，然后每个月给乡镇5万块钱的这个经费，这是一个。第二个，税收这一块大头留给乡镇，啊，这个基数一定按前3年定基数，基数一定3年，好不好？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征收部分，啊，征收部分3-7台，大头留给乡镇，这是第二个。我讲最后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啊，过紧日子的思想。尽管法院上讲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做个好吃，是吧？穿个好衣服，能吃个好饭，喝个好酒。但是我们量力而行，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县的那个乡的那个党委书记、乡镇长啊，逢酒必须不良一茅台，是吧？吸烟都弄个小中华来，再来毛了，是吧？这个标准太高了，嗯。话又说回来了，你真正说他妈喝着茅台就是真的，你有1000块钱一件，我也不反对。你们喝的99%都是假酒，是吧？第二天在眼睛肿么都起不来，对吧？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自觉性啊。县里日子也不好过，乡里日子也不好过，再拿着这个钱去找他了。是于县人的，这是我讲的，就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这一块都讲到这。然后呢，我再讲这么一个事情，还是稳定的问题。17号，我们就开市里边的两会，开到下个月的15号左右，市里边、省里边两会，是吧？省里边两会开始过春节过了都是全国的两会，所以大家把稳定这个问题一定要在严查细查一下。啊，这个现在你们都知道了，谁的问题谁兜住啊，谁搂住啊，是吧？你黄川就跑到北京5个人嘛，还是正常上访，还不是非正常上访，跑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了5个人，回来书记现场都说出来。所以我们乡镇的同志一定在这个事情要提高警惕。这个今天上午的会议就到这儿啊。It's okay, people, and say, I am a star, just this star make building for production first. First, the one. I said, 那个就是拆迁没拆迁没关系，突然这么几步，他是想就是现在想把那个厂房先盖一下。嗯，他这个问题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作为你这个项目，我觉得也现在我感到也非常非常为难，因为你这个项目，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大项目引进过来的，是吧？因为当时说是，也是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茶叶加工企业，到古时来加工。嗯。但是过来之后呢，这个企业我觉得生产上一直没有转入正常的生产。厂房是政府的免费租给他们的，是吧？嗯。
他们设备也过来了，然后我们的办公楼是住，包括宿舍都是政府提供给他们的，但是这个生产一直没有转入正常的生产，就是当时我们会觉得会有大量的工人，会产生大量的收入、财政收入、税收给我们，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都没有，所以现在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项目问题上，我觉得还是有些担忧，He said, in their opinion, they want you give a hotelsy to product more and sell more and give the test to the government, but not now, no. They said, I make a company, I work. This is place very hard, but I am working here. I tried every day working, I have production, a lot of country bring people, but every business need a Thai. This business, Chinese people drink just traditional Thai, but slowly I go up, yeah, this same baby born can walk, you know, this is same baby. 说因为他说因为现在那个就是袋泡茶嘛，在中国市场不是多少，因为中国之前它都是喝传统那种散茶嘛，然后说袋泡茶也不少，就说现在就是他每一个就是生意嘛，都是政府的，不可能都写这个工业项目，这你都知道，嗯、对吧？因为鉴于他是说又从美国来，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又主要是能把我们的茶叶这一块能够深加工，就带动我们的整个南部种茶农民让他们致富，但现在这东西都没有实现，所以没有实现的话，大家对他有一些议论，或者工作上设置一些障碍。都应该理解的。Yeah. Okay, but I am working here. This I told you. Every business slowly. This is different kind of business. You know, this is not clothes. This is food product. This is slowly. I can go fast. Okay, slowly, new generation start drink. You know, old generation don't drink. Just need to teach every store, Kushev, every Shinyan.Everywhere I sell, but slow. What I do, but I am working. Yeah. 他说他也在做工作。他说，因为就是现在新的一代也就在慢慢接受那个袋泡茶嘛。他说老的一代现在就是虽然接受不了嘛，但新的一代慢慢也在接受。他说他也在就是做信故事信阳北京他那边都有销售点。他说他也在努力的就是销售这些茶。我想是这样，这个事情呢，就是目前遇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共同去克服它，对吧？共同去克服它。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一方面政府要支持，继续支持杰克的工作。嗯。但是杰克呢，也要说服更多的人去相信这个项目的这个美好的前景。你比如说方县长，你们从来就没找过他。方县长。对我们县长，你从来没找过他，对吧？你要把这个最近我们的发展情况、遇到的困难的情况和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把这些我建议也给方县长也谈，认真的谈一下。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因为故事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书记都说了算的，还要涉及到县长，还涉及到一大堆人，好吧？我们总之一个目标是支持杰克往前走，大家共同克服这个困难，是吧？但是呢，他自己也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我们这个发展的前景。嗯 ，first you need to see Mr. Fang after you see Mr. Guo and Mr. Fang.And together we deal with how to sign our program. I can today see Mr. Fang the program. 他说他可以今天去见方。啊，可以，那好吧，那我尽快这个项目我尽快推他们抓紧来审批就行了，好吧？好。下边还有很多人在等，还有很多人在等，好不好？好的，那谢谢您了。好。还有电话人在等。好，拜拜。Maybe evening go Shandong coffee. 他说今天晚上。好，你打上了，打上了。今天晚上回到这儿请你吃晚餐。啊。老板，你好。好，方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好。九点。好。来。Thank you.
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感受一年来的丰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首先请您给我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宴会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共西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固始县人民政府县长方波，及部分县市哪家领导。浙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处处长李伟立，温州总商会的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温州商会的企业家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欢迎大家。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县长方波致欢迎词。有请。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南国的温州，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温州人以敢于吃苦、善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享誉海内外，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北国的故事，作为我们起点地，也是勇于创新、不甘落后，正在快速崛起、奋力拼搏。我们与杭州海丰、绍兴伊利、广州新正达三家公司进行了真诚友好的合作。明天的开工礼典礼也预示着我们的合作将会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景福园必将成为我县房地产界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线。下面我提议，让我们高举酒杯，为稳固的今后合作，为我们的友谊，为在座的各位幸福安康，干杯！还没了，县长辛苦了，大家给我们吃的开心，有我的积极，不服气，哎，不服气，上次真的，对，我那个这个是危险的，危险的，还是县长你，哎呀，红红的红灯笼，真的好中国，我们不管多少次有了县长，真的好中国。长长的万里长城，真的好中国，长城内外飘扬的古新红旗耶，真的好中国，黄黄的黄河水，真的好中国，黄黄的黄土地，真的好中国，长长的万里长城，真的好中国，长城内外飘扬的古新红这就没事，这就没事，来，你放心，合法，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这就没什么问题。哎呀妈呀！我给你起的名字，我起的名字，对吧？第二，起的名字，先上车再买票，啥也不说，大家立马。第三，我让我的办公室主任，我的办公室主任，对，我的办公室，办的领导，我的办公室主任，我的办公室常委办公室主任，
就是负责的项目，对吧？这项目我他负责，他负责，他帮我承担。好，好吧。好好。雷姐，雷姐，感谢感谢。我有雷姐呢，我有雷姐。好，我有雷姐呢，我有。这里也有一个，也有一个雷姐呢。好好好。感谢感谢，好好好。好，你们就不管了。好好好。他们知道哪一个大老板是哪一个。啥样子看不过。哎呀，我进去他给我个挂个花嘞，知道的。平常你看看我打赌，你去我去。你要看我打赌，我都去。包括你选给你的这个。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金猪辞旧岁，瑞雪迎新年。在这个充满吉祥和喜庆的大好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金普院项目工程的开工典礼。海鹏公司是全国知名企业，于今年九月份开始进军我县房地产开发市场。金普院的奠基开工是我县房地产业的又一大盛事，在不久的将来，它的建成必将会为无数的家庭提供舒适优越的理想家园。下面奠基仪式正式开始，第一项鸣炮奏乐。我叫他开成33层，原咱们也有一个梦想，33层。对，有一个梦想。故事第一高，这有几个满天故事第一高，那个生生啊，这个33是生生是吧？生生啊，33个乡镇，那也是一个好。所以说，这个我们也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同时也实现故事的梦想。啊，对对对，是吧？哎呀，你那个楼盘的最快了啊！你要搞33个，你那个楼盘的最快。那好，来先拿个。几号了？今天九号。走吧，呢？走。哎，马上出发，马上出发。好，马上出发。好。他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80年代初期，搞了这个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对。啊。后来就改成信访局，专门成了一个政府和党委统管的一个机构。啊，他不说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就是他有这个信访局在这里之后呢，就是很多老百姓他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解决的问题。
对吧？或者部门该解决的问题，他都到信访局去，他说到县和县政府来，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信客观上剥夺了我们司法部门依法行的行依这个依法办事的权利，也剥夺了其他部门这个依法行政的这样一个权利啊。这南梁的现在是一天收院钱，账也不给结。那你没有收益怎么能给钱？怎么？我有喝的嘛。就是你们自己一个。哎，对，这种我就他们通过法院起诉交起诉费，我就交起诉费都交不起，他们照样他们还得交起诉。我把这个起诉他们跟我要说是连评估单都得一万多起诉费，我说我现在你要需要多少？昨天的。来，这个不要再起诉了，好吧？好。好吧。好。这个我叫那个谁。那以后我是要怎么请你呢？还请你呢？好，那就这样吧，好吧？好。你等着咱们统计就行了。好，这个你们不要怕了，因为咱们政府欠他钱。哦，政府欠他的钱多。我主要是想能在年前，哪怕那肯定是年前。哪怕是今年年前，我们把所有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都得解决完，不是光你这一步，所有的。你还能干？啊，李建和。李建和。他是没办手续，只有司法局就发两万，就我们做很多东西发两万。两千他也不想去，来坐着坐着，这是郭书记，这李主席，你发现啥问题啊？你们他这是应该啥叫办证的啥去办迟了都直接先罚款了。那你这是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有许多学生都还比我开的早，都还没有办证的了。我去办的时间他都是先让我发。你们在哪儿上学？哪个地方？百官林业局楼底下。林业局底下。他们没有办手续提前开业，所以呢，那个用管处根据相关规定对他进行了处罚，给他开的通知单是罚款两万。我回头给王院协调一下，可能现在给你罚款两千。我的面前一次通知单没有，要罚统一罚。你这罚款你执法交你呢？你认为谁没有交罚款？你举手举报出来，我们全部给他。我们你举报一起，我们查一起，好不好？这个你没有啥意见了吧？不是你们外地人过来，确实也应该过去关照一下，好吧？可是我的意见是，处罚一千块钱，好吧？好，人家外地人到咱们来投资了，不是咱们当地人。啊，你懂我的意见，好吧？好。然后你觉得其他人没有处罚的，你们再找我们说，好吧？我马上给玉皇叔打电话。国税知识落实到位。对，好吧？好，那这样吧。谢谢。好。好，就别乱跑了啊！外面还有一个，哎，也是餐饮的名字。那郭书记你好。啊，你好你好。转，走。你叫啥名字？我叫李春才。啊。我这个我的企业那工人钱呢，我现在已经都，我的是付给人家了。我的那我也不到达行那个。律师税务所行了吗？我现在付给你，我现在带不到一份。是不是还是烟花农那个一个事情？哎，都是一个事情。要都是这个事情，你们都不用再找了。我刚才已经签过一个意见。好。签过一个意见是什么呢？叫我们的分管城建的副院长李县长，把你这十一家公司，好，都地址都登清楚。好。因为现在我们还政府还欠他400万块钱呢。啊。还欠烟花农欠他钱。可以啊。他不是没钱。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给他，然后他把先把农民工的工资给支付了。好。好不好？好，那谢谢您。啊，你们也不要再到处跑了，再找了。好，谢谢领导啊。啊，没有，好。明白了吧？哎，别说那推了，我也有句话，
吃吧，买啊！买个萝卜，千万吃吧，千万吃吧！哎，钱还在上呢，还接着说去吧，赶紧快涨一吧，反正钱都完了，赶紧转了转啊！他的宝在地哟，看不到装了，看不到，这个看不透笑话的吧？哎呀妈呀！哎，这不是有点惨着呢，要火化的胆子，太吓人了。这是哪来的胆啊？那两万人也是我第一个先摸的，我把这个话摸的可高兴了。你讲啥？也是自食其果呀，来过来。我很平静，心里面对这次调动很平静，因为我觉得我在基层已经干了11年了，也可能也是河南省在这个基层主要岗位上，县区主要岗位上干的最长的人，可能没有人超过我。所以这个17年的区长书记坐下来，县委书记坐下来，确实是哎呀，这个身体也经受不住了。县委书记是最苦的一个行业，他是你看这说起来，这个县委书记你说都是土皇帝，好像权力多大，省里面来一个副处长，你县委书记得像孙子一样去伺候他，你照顾不周到的话你肯定得有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这个体制问题，也大家得说啊，你比如郭永昌是165万人的一个县的河南省第一大县的县委书记，管了165万人，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这么权力这么大，其实不是，哎，受制约因素非常非常多，苦不堪言。好，这是你给你送来的。哦，对，他本来给我送了七张来了。挂你屋了，我们拍个照片。哎呀，你疯了。哦，再说一大嘴，连那原来都不知道哪去了呢。这个老厂房特别大，是。哎，这故事是这个谁的厂房？这个老厂房，一直的单位兄弟都接触过这个
刚才那个给我送东西过来，那个老上访单的，哎，怎么样？哎，昨天你们培训了吗？培训的，都你跟我俩有时间没去啊？看那孩子都搁那放着。我可坏了，我也不想去培训。我说你，我老人拿的给我干多少年了？就是的，往这个往电视节国人民食堂啊，嗯，都参加了。那培训啥了？是要求啥？要求几个人？主要是这个他要主任讲了一个小时多的提纲，人大代表的权利职责啊、义务啊，是要求。另外，往届书记主要是我想看的，一个是如何当好代表的要求，第二个来讲，你都是说，特别是按照这次的选举，怎么能把这个省委的新班子给选好？可能要有组织，他讲的可能，嗯，首先当代表的这一次的有知识。是有成就、有责任，有思路、有成就、有组织，有职责、有原则、有责任。他讲了这几个，然后提了三个，新认识、新贡献之类的。反正王天书记讲的也都很好。俺们听了这个晚上也叫吃饭，四点多结束，两点开始的四点结束了。结束了，我也很珍惜这个东西，然后一直等到五点半。对，吃了饭正好坐个也走运，吃饭的时候跟着瞧不上，跟着姚主任坐一坐，姚主任还可以，坐个还我自己也觉得。后来晚上坐不上，给我打个电话，坐不上学习明明参加了，我也参加了。晚上吃那好，我这里很多代表最后都没参加吃饭。他那你一生都有多少机会能跟领导讲嘛？你又坐在一桌很好的，再讲那都是在多学习。我来看我自己，想在走之前给我个机会。走之前到时候上三回一块儿吧。好吧，单独我估计肯定没有。坐到大伙再说去哈。嗯。好吧。好，我没得单独去那。我单独不行的，这么多人像呢。他上回的时候，他上回可能要同一单位，到时候我看你就行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嗯。好吧。好啊，我觉得这五年都没请过，那确实，哎，我那天都往王亚林主任在家还在说我嘞，在讲这些的。他都不相信我没请过，因为我确实没有。行，他那俩都在。没人了吧？有，快去。有上房不？上还上房？我先走。好好好。那咱们我。哎呀，咱不是多，咱到郑州还是一块儿的，还是一块儿的，好吧？那是心意。好好好。晚今晚上不行了。今晚上不行，今晚上咱老板部请老板部。那咱们我跟谁个？你跟刘主任说，叫刘主任出去安排，好吧？好。啊，我出去了。啊。嗯，行，我过来批给那个谁。怎么样了？这张牌基本上能签了，谢谢包人。哎，不是，你谢我。包人顶上好些，包一家子人好些果树的。哎。确实，反正损失是大。那是是是，大家都有损失吧？都有损失，大家。那这个事儿就算这样了不是？现在是，走到今天，走到现在，只有这样了吧？啊。嗯。确实，后来也是那，也是我。这规矩知道，我说服大家，因为我他们这一家人十几口人就靠着两间门面房生存，确实是没有生路了，对吧？我们政府要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东西我们给他承担起来。你们兄弟三个这要进我们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我觉得还是不要，尤其是他可能身体也有点问题，过于急躁，这个不是好事，因为可能还会遇到。在类似的纠纷，大家都能心平气和一些，是吧？既按依法，又不能自己伤害我自己，对吧？跟你们见面见了也得有也好几十次啊，也得有。也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走之前，这几个老上访户我都去看看。鬼大城的问题，这不是送了个锦旗解决了？这是个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啊！好啊，咱也是通过这个事也交成朋友了都。嗯，我已经叫李故事了，叫李故事了，那个，也
回去也给我们家人也团聚了。啊，好。故事干了四年，也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就是给故事人民办了很多好事。没，就是像我们保安就三个，一辈子都没有帮你过，帮我们全家啊。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们确实有些。帮助你们，好吧？好，这打完了，我去，别算塔车了，我几个人我都在。谢谢。好。你可不要做手术，你可别去了。暂时你们去。今天的时候我找很多几个专家，一直不想做。啊。跟他不是他这个年龄做手术，你可以在五十岁以后。他有那个。好。安坐，保险。好。谢谢。好。有什么用给科医院吗？好，再见啊。好。好，下面下面开始开会。各位老部长、老领导，2017年刚刚过去了，新春佳节即将来到，今天跟大家请出来开个座谈会，也算是一个团拜会。哎呦，新年刚刚过去，同时呢，也是，也兑现我的承诺吧。我到布什来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来布什，给老板们开一个座谈会；离开布什的时候，也要给老板们开一个座谈会。所以今天这个会就这么，我同意思啊，可能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很快也要离开布什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的话。听说你走的话，我们也都不愿意叫你走，也就想挽留你。可是呢，这是组织的决定，我们只有让你走，所以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方国同志，那就要。离开布什，预祝帮助永强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愿让你走，让你呀再干6-7年，布什变化更大。那时候我们更多开心，你也更放心。但是根据当地啊建设需要，重担需要你去再调，所以啊不得不服从当地利益，让为人民谋福祉的人，人民好爱他们。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历史铭记他。这4年多，可以说是马不停蹄，没有好好的休息。为布什办了这么多的好事和实事，你不是为了你自己，你为布什县的人民，哎，也是操尽了心，费尽了力。我还是再重复感谢，希望我说你离开布什以后。你将来还得继续关心布什，你还要再把你的智慧还要拿出一点用到布什上。最后，我衷心的祝愿布什县在春节期间和以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对布什干线确实的是，这个这次省委让我到布什来，我当时都很感动。我为什么感动呢？我说我要把我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献给这个地
因为我当过这个市直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司法局当过局长，在外贸局当过局长，还兼过团市委的副书记，然后在原会区当书记当局长干了七年。它毕竟是一个区，它不是一个县。真正能使让我报复的，就是一个县，就是一个县。也可能今后大家说了，今后还有什么签证，我没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只是考虑到，给我一个县，我一定要把这个县干了，比其他县好。一定要让这个县的老百姓，比其他县的老百姓生活幸福。一定要让这个地方县里面的人民出去之后，比其他县的人出去光彩。所以刚才大连主任说，我们故事的品牌价值，我也讲这个问题。我们故事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品牌价值，就是故事的名声。袁副同志，前一段时间我到省厅里去，到省里各个部门去拜访，只要一说故事县委书记来了。都是一把手，一把手说换换茶叶，把最好的茶叶亲自给我倒茶。同志们想想，我们为什么财政收入三个亿，我们花十几个亿，哪个部门有钱？如果考虑一个地方，能考虑故事，都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故事这个目标实现了。这个事情，我到故事来工作不久，有时候我监护过来，他就发现我夜里常常自己在流泪。他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我说我想，明天我要再干哪一件事情？是城建还是工业？当想到这个目标要实现的时候，我自己会躺在床上哭。躺在床上流泪。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些目标实现了，工业、农业、城市、市场、第三产业、教育、卫生，一样比一样好。我们哪一样都能拿得出手。我觉得，如果是让我用这依法来总结的话，我觉得这一生我最爱的是故事，我永远最爱的也是故事。我就再说这么几句话，谢谢各位老同志，你们对我的这个很好看。够了，这边说一下。哎，啊，不在，我说不在，啊，他调走了，方县长在，方县长一找方县长，这是县委，书记还没到呢，啊。别见你好，我刚才要方向，他没接电话，可能他回不来。好，再就是刚才梁晓峰和王强来汇报，汇报他那个这个一镇公司，他现在那个不有一个程序已经开始生产了嘛？对，生产了他那个台湾东莞的世星集团，就是黄总嘛？对。黄总听说，你的工作要变动，对，他最近要组织几个台湾的企业家，他世星公司是一个集团，对，下边江总都是其中的一个子公司的负责人，对对，他下边带六七个人，对，12号要过来，过来呢，他有几层意思，一层意思听说你要走，要见见你，看看你，对，第二个呢，过去呢，我们在协调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
由这个厂房这个比照工业园区，可能原来你们都知道，记者也知道，对，要进行补贴，每平方米补贴5块钱，这个电价的事，对，再把有些政策来跟县委政府再沟通一下，衔接一下，然后一个会议纪要就可以了，好吧？晚上在几号？好，几点呢？还没说几点，晚上6点呢，还不如。好。那个谁要往里水的还可以，这不是说那，我就说那个廖老师给我，廖老师还叫别人，要不要帮你叫一下？这是现场啊，今天是几点了？5个老板开的，房保监县委书记、常委，我们全力以赴把这个事办成。我说你这个事办不成，省委的意图、市委的意图、县委的意图实现不了，肯定就这一条。考核组嘛都要开。那不是，那不是，你们说那不对。我走了以后，他当县委书记。然后推荐一个，故事县委书记、常委，是这样的。那肯定要来考核省委组织报告。那肯定的，那没啥说的，那没啥说的，就是这个一个正常的程序，你们全力以赴就行了。他当县委书记，他当县委书记，不是市委常委的时候，你们全力以赴支持就行了。你一个 ，OK。三你给我，三四个，一个捧我，三四个捧一个。呀，你不是你，我退二线了你，我退二线了。不，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马上组织部来考评，就是一个目标。百分之百，不可能。百分之不可能100%，80%都行。不是，99%，就这一条，我的这是目标。这，社会咱们咱在厂，咱们去开人代会之前都来考核，咱俩都不在。开人代会以后。你不是，他说的人家说的是15号过来，好吧？15号。咱们不都开人代会吗？人代会他来不来？就是我们俩在不在？不会。我说多少？99%，就一个。不会。我跟你讲，各书记啊，我们晚上有人干事的啊。好，谁？也干事，副书记的，各书记啊。我马上走了，我说三条意见，我希望方书记尊重我的意见啊。你说不，在没有说三条之前，我哪一条不正确？这个汽水这一块，汽水这一块，三七开。汽水啊，三七开，你们不三七开，你我在汽啊，汽水你没在汽，我们在三。你我要三，你没在汽，好了吧？那可以。汽水这一块，第二。房屋租赁这一块，10:0，就是说你们贷十，你们收多少都是你们的，我县里面不要一分钱。好了吧？好了，房屋租赁是这一块，我怎么开人？他们跟这边房租。别说，我说我三条还没说完呢。汽水三你开，我贷三，你们贷七，汽水。对吧？你们这一样。第二，房屋租赁税，100%都是你们的。第二，我说第三条税收政府，其他的消费税的收入，我们16%，我得4%，你们得6%，就是说这一块。饮食业啊？饮食业，你吃饭，他说5000块钱，一月我晓得我。2000消费5000块钱，县里是100%，不行，我们16%是什么？我带4%，你们带6%，就你们去带了。这个好，发言可以。今天呢？可以啊。说10亿在故事这消费这一块，好吧？正方执政这两个人就这样定。这确实可以调动两个方面进行，一个县的总收入要增加，一个是我们经济。不，
你这个房屋租赁税，房屋管理费，就是这样。你收一块钱是你的，收1000万一个月都是你的。我们不管，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信心大增了。我们不要了，我们不要了。我今天房屋租赁税大约收了300多万。哎，你妈呢？今天是第一场雪，那么喝的热了。你说你要去不去？那天天是热，也是熬了几天，看每天都这样，我还是的，也不容易吧。我真不知道，他们都说你都，你看所有的人都说我不懂那个潜规则，我真不知道做官怎么做，啊，我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天天处理具体事儿，啊，我在哪个地方当官，就是觉得还是要留下自己的执政痕迹，要有执政痕迹，有些官员在一个地方工作3年5年，一条马路都没修过，一栋楼就没盖过，对吧？你说他就是在这混日子。做个太平官，我不愿意这样。我觉得我在任何地方工作，一定要留下我的执政痕迹。比如我在外贸局，那我就盖了好几栋楼，家属楼，是吧？给职工解决了很多问题。走的时候，职工也都是，哎呀，台上我在台上哭，他们在台下哭，不想让我走。那么我在园会区的话，我在园会区留下一个开园园区，留下一个工业园区。而且，漯河的商站是在，应该说我在那个地方给他，把这个战火是点燃的。当时我的行政中心，我的办公楼是在这个最商业、最繁华的地段，我就把它卖掉，政府办大楼，搞一个温州城，就从那儿开始，周围的商圈慢慢形成了，最后形成了商站。那么我在故事留下的东西就更多了，对吧？这大家都看得到。他哪一条路都是基本上是我的求同的，他们过去没有一条路是不是断头路，现在所有的路都打通了，是吧？城市这么美，路这么宽，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值得留恋的。但是呢，我觉得，不后悔，不遗憾。你要说我有个目标的话，这就是我的目标。不后悔，不遗憾。Thank you.
今天这个好兆头啊，你下这么大雪，整个地摊费雪，地摊雪这是地摊费雪啊。阿北解不散吗？今天晚上圣水炸弹要不要搞？对，圣水炸弹要不要？要不要？只要高书记讲一句话啊，只要哎，方县长，方县长，对，我看方县长今天我看。啊，我看他，他还没出那样子嘛，我看他也不能多多少啊，真的啦，王县长，行吗？你看人不懂还是你喝多了？晚上就说，高大啊，他表面这样说，他内心就说我皮绷得很紧。这个刚才我跟黄总开玩笑，鹅毛大雪还是？因为你们来了以后，你看老天阴天太严了，下雪了，瑞雪啊，是吧？先说，好，你先说吧，你看，啊，这样子，这个务实的各位领导，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个今年的第一场瑞雪，大家来这边共赴盛会啊。那我个人虽然感到非常皮肤是感到非常寒冷，但是内心感到非常的这个温暖，因为有这么多机会大家聚在一起。那正如刚才方县长所讲的，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大家的友谊更进了一步。我记得在那个我们义政是在2005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跟务实这边来接触。在2006年的3月17号，啊，我们踏出了一小步。那以今天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已经算是跨出了一大步。因为，在这个，因为我们在南方的工厂，最主要是以外销为主，外销为主的工厂，要到内陆来投资的话，是有很多要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可能不是务实当地政府能够直接帮忙得到，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这个剩下有一些细节部分，我提到就是说有关于我要请示各级的领导，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忙。好，那由我们那个江总来做个报告。好吧，好，江总。务实县有什么呢？说真的，什么都没有。要矿煤矿，要什么资源？要配套厂商，瑞雪，就是说现实的一面呢，我们显得很困难。即使说我要买一个工业上用的螺丝，要维修器材上用的模具的配件，都必须从浙江或是从东莞才能买到，然后运过来。同样的，在技术以及人才以及设备方面，所有的所有都必须靠企业自己想办法，自己处理，自己搞定。那么回过头来想，为什么我们到务实来投资呢？既然这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又来呢？最主要的是这里的人太有人情味，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只有来务实。那么，但是光有这些精神上的热情是没有办法去支持一个企业长久经营的。马上呢，我们这个月进入投产，我们马上面临到种种的困难。这困难最大的困难在哪里？症结点就是成本问题。我记得那个郭书记以前在一次谈话中有说过，白露丝为什么走了？白露丝哦，啊，加温茶队。那么白露丝为什么又回来了？啊，主要是一个水库的栖息环境。这个环境只要是良好的、值得投资的，来固始生产，能够把成本降下来的，没有理由不来。啊，身为龙头企业的黄立公司都已经跨进来了，而且也已经有实际行动在执行了，只差那么一把，我可以这样很具体的说，所以我在具体上对这次的开会，向县委、省政府以及各领导单位，提出
六项要求，七项要求，对不起，希望在各单位能够给我们适度的以及实际的支持。这个一镇工业园呢，刚才方县长讲了，经历过三个年头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工业园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从抚育到出生，到成长，我最关注的也就是这一个工业园区。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呢，这也可能是固始县最大的一个工业园区。所以昨天你们没有过来，我就给方县长，我们都在一块儿来商量，怎么样支持这个工业园区的发展。我们说了一个，当时说了这样一个政策，就是你们出政策，只要是我们能够办到的，或者我和我们的政策法规法律不相抵触的，我们都保证给你们。因为这个，郭书记，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他是在这边听了，一直在听这边听，对，他带更大的会过来，对，我们吴总会带更大的。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个我们毫无迟疑，只要是我们能够答应的，我们能做到的，全部给你兑现。刚才为方院长商量一下，我们给你送给你50万块钱，好吧？我们送给你，我不是说跟协调100万资金了，送给你们50万块钱，这个车队你们自己来组建，成立一个真正的一个固始到东莞的一个物流中心，好吧？对吧？它物流方便以后，有很多的企业会在这里，好吧？送给你们50万块钱，各位，这政府的一个诚意吧，好吧？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优惠电力的供应政策问题，在没有达到这个负荷之前，那个10000块钱，政府给你们补贴。好吧，也没有几个钱，一个月不就是10000块钱吗？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尽快达到20万这个电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黄淮工业区的优惠政策，这个我们全力以赴去跑，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最大努力，让你们保证你们的满意，不管从环境也好，从各个方面的支持也好，让你们满意。好不好？这么爽快，我跟你讲，我就说这么多，好不好？杨总，那黄总，那100万美金啊，看哪时候我会过来。爸，这句话你们放心，好，好，谢谢，谢谢，谢谢。真的，郭书记真的非常非常，还有黄镇长真的非常支持。全力以赴，我们全力以赴。目前在维多利亚一楼这个大餐厅，咱们所有运会的领导和部门的同志共同参加这个欢迎晚宴。6点在维多利亚一楼大餐厅。看看吴总还有什么？往里面看看。哎，这多少年？最起码10年没见过这大哥。是。好，一首三江开放红颜宴献给黄总和我们各位来自台湾的朋友，掌声。你应该来干的那个黄旗哟，你应该抢咱们的路。
十年没见人家学的，那小小小小，我十年没见过你。爸爸拍照。哈哈哈哈哈哈！看脸图。拍了，拍了，拍了，拍了。啊，对的嘛，小小。一个大雪球揪住了郭书记的耳朵。是我的耳朵，是我的耳朵。
见个面吧，行吗？哎呀，见跟他见哪样的？这都是几个代表出来的，白天一兜了又麻烦的。见见面吧，走吧，先出去，先出去。我是一下子给错改了，我叫你，我牛逼不不累啊！我先拿到工地，他们正常能点，他们正常能点。啊，找你个代表，他们不是。王书记，你那时候俺们这，那时候俺们学你去县政府报上山，我也就问，但那个钱不给一万中了吗？那不说了，我说不给咱两百多。十一点半我开会啊。俺们现在找一万中，一万中学的，王书记学三个屁，你问光这个这一万中学的。不说了，这俺们找谁？不错，你也把钱给俺们，俺咋的？好呀，朱，你先出去一下，我给他说个事。哪个呀？那你别过去，别过去。没人了，没人了。人呢？我跟你说，咱给你搁这十万块钱，你得想，我得想想是谁在推的，想不起来就说。好吧。走，办一下。我这有贷款，我这有贷款。因为那江海，你那欠的，你就是得我放了，你退不退的？他不退，不退的。退好啊，那一开始是你要放他了，他万一是把事办完了。好啊，是不是退的是？那就是你年底的。我不是，我走了以后，我年底才给他钱。好了，行了。好吧。那块钱，那个小郭亚红的，郭亚红也是你回来。因为等到春节我再退的。好。我都记不住谁了，怎么？一个叫个成交，一个叫李克什么东西？李克一啊，李克一的。哎，陈万正的，退了没？陈万正的，退了没？陈家祥的，找俺明转头退了，退两次嘛。还没有李克，没有李克什么？我记得有个叫李克的，你是现在叫陈万正的？叫陈万正。陈万正负责男的，他以前好像是在陈家祥。你看，你太难了，很牛，好吧？好，值多少钱呢？啊，你记得两万块钱。下一会儿呢？哦，下一会儿，现在你找陈先生吗？还有谁？还有谁？下一会儿没钱，我看你我弟弟还有个老何的合资委员会打了条子的房子。啊，那退了没钱？那钱退了是吧？啊，那对，那还有一个呢，刘，拆啥的？他一直我打电话给他们，一直不回，他发信息他，一直那我说他一直回不回，到不了。到十年以后。其他没有了，就这样就行。还有用，原来肯定有两万。哦，对，还有一个两万美元的信息。回来肯定有用。行，我走了。
他们都在俺的会议室是吧？五个人吧。哦，好好好。人民政府的大门能使你是冤枉的，另外不是政府的过错。浙江第一点，你们立马要把大门疏通，要疏通开。这个按年并接的，这个领导同志在下慰问比较多，又是雪灾天气，这几天县里主要领导都在向下跑，怕出意外。你把政府大门围住能行吗？下午再围堵大门，我们坚决依法打击，绝对不手软。这给你们讲明白，有事咱们说事，有事说事，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们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协调解决问题。这个以堵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不是解决办法的方式。而并且刚才说了，鉴于因为你们这个也很辛苦，混点这个血汗钱不容易，也鉴于这个体谅你们现在的这样一种心情，所以说没有采取这个，你只要走我政府大门，走政府大门第一不跟你们见面，你们在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是。谢谢政府。这个我如果说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坚决打击。啊，坚决打击。我想这个讲就讲这么两点意见，电话统一号码弄下来以后留下来以后，今天下午研究，明天尽快的能有一个什么意见，明天这个中午十二点前能够有什么意见给你们反馈，好不好？行不行？电话留下来。方丈的事情，我也是告诉我们是有的，我们管坐这儿跟解决那问题吧。三月七。胳膊下来，太大了。你那有过程？我那咋倒下？我昨天。好好好好，都没挡住啊！我看见了啊！好。谁送到咖啡吗？那你送给我，要送到吗？什么滋味都有，哎，非常非常激动。总结的不是体会，我说是，先是八个字：满头白发，两眼昏花。后边又是六个字：但是不后悔，不遗憾。我不为我在故事干了任何一件事情后悔。说实话，一开始到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我经常自己躺在床上流泪，都很晚了。有时候我老婆在了，就问我，她说你哭啥了？我说我每当想到一个
明天我们上一个工业项目，或者搞一片开发，或者这一片拆迁明天要给它进行完的时候，我心里都很激动，我都会流泪，因为我们是在创造这样一个城市。每一个企业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不是大大小小的企业没有一个我没做到，有的都去的不下一百次，没有投过一天了，确确实实把自己全最精华的、最珍贵的、最美好的东西都无私的奉献给了故事。过去爱故事，今后依然爱故事，可能比过去还要更爱故事。也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谢谢。郭书记四年的心血，四年的汗水，与这两幅字是非常的吻合。这两幅字呢？送给郭书记，大哉即是一心缘，人哉爱人而恨长，事实上就是一种大爱。事实上有个鸿雁呢，事实上想请郭书记给我们留下。谢谢，谢谢。请郭书记能够给我们留下，然后咱们到餐厅就餐，好吧？叫我写字吧，还留下墨宝。身为人大副主任到现在17多年，我在人大这个岗位上无怨无悔的干了17年，你想想。但是领导组织，你说讲，
都不会亏待哪一个人，尤其是你这个情况真的这么高，如果你到最后一年两年后安排不好，大家的后身身位也坐不住，又再加上徐广春他是这个身位啊，就是无怨无悔，无怨无悔，无怨啊，我回到家了，不后悔，不遗憾。你的故事你不后悔，但是你到这个岗位，我一学要安心。安心，你放心吧，我好好的，在这个岗位就好好干。哎，对，你万不能学别的。我90年当选人大副总到现在，无怨无悔干了17年，组织领导包括你国税在内，哪一人也没有亏我。咱们以这个机会给故事人民干点事，你要这种美的好的归属，我们故事干不故事人民不觉得亏欠你吗？如果你是为故事发展，对不对？这国税你搞得安心，干个一两年，干个一两年。这场合哪有人脸，俺们都能喝多喝醉。东西这都收拾完了，都收拾完了，那咱到时候再弄一弄。我送你呢，送你这。不送了，送完了，那边坐他们的车。他东西呢？他搁这儿呢，拿点钱。他家里公司的在大病了，他是。是老总在，说我家老总房间交不起了，我要求老总去领导顾孩子一个面积。局长跟着赵局长老总去了，建筑公司的是，建筑公司的是。我给他200块钱了，我给他去垫吧，行了。我建筑公司好钱。我花了钱见领导。谢谢是吧？老总也穿裤带的，这是讲的是。是吧？坐哪个？我坐那办公室去，坐哪？大伟。到时候我给你办公室东西，给下面说，办。好吧。啊。没有多少乡亲可以像我这样，都走到人了，还坐到办公室里，嘿嘿。还给老干部见面，还开这个。太热了。县太爷现在那个爷，那有那个爷的感觉，他妈当的再大个厅长，他妈连个爹都不是嘛，是吧？这大哥的感觉，那是。你就举个很小的例子来说明这问题吧。那厅长找处长说事儿，他是再大权力找处长，不就是喊他从那个办公室到办这个办公室，对吧？你要在这儿，你到下去看看一个乡镇，他警车呀、警察呀、什么呀都在那等你，是吧？这个他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在北京，我们在请发改委的，交通部的一个市长吃副市长吃饭，也牛得不得了，啊，来，一说都是，到时候还是李鹏他们那一帮。好像妈天天跟这人在一块一样，吃过饭了，妈非要打包。啥家伙都打了，面条连面条都打包了。哎，打包了，我最后他说我们都在那楼上嘛，在那个在贵宾楼，他们吃完饭，我们就住到那儿了。后来我说回房间了，我爬楼上一看，妈自己推个破自行车，挂了一大堆东西走了。北京人，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评价北京人。啊，好像政治局这些委员，什么都是他邻居，哎，都是他亲戚。我上次有讲个故事吗？大事办不来，小事办不下去。讲那个荷兰人跟北京人故事啊。嗯。荷兰人，北京人跟那个荷兰人说，拿100万在北京啥事给你摆平，给你搞定。荷兰人就说。好，你我花1000万，你把那个天安门城东像那个毛泽东像拿下来换我爷爷的。你说100万啥都搞平吗？对吧？我给你1000万，你把那毛主席像换俺爷爷像。就你和你
北京人牛逼，河南人更牛逼。河南有钱的人多，你看那郑州消费。我打过了。